好，我刚刚突然发现我们这边没有安装 QuickTime， 那所以我把它重新上传了。好，那上传之后呢，这个档案呢会比较小一点，只剩27 MB， 27 MP4 的，有没有 MP4 的？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边，好，在这边第一个从这边打开，有没有？它就可以叫进来了。那你叫进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看哦。如果我先把这边哈。我们一般会有几个需求，第一个拍了之后不见得全部的都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点了它，我可以先在素材这边就先剪，我点到这边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两个，一个黄黄的，后面是不是有一个黄黄的？你可以用这个，也可以用这两个，也可以用这两个，这两个。好，那我先做一个，比如说哎，前面眼睛闭着我不要，我就好在这边，有没有？这样不行，这样就打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本人应该不同意。好，这样最大。好，我来这边按一下，这个就前面的有没有就去掉了。好，那我再找一段。好，走。好 ，OK， 到这边。好，维持笑容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这一段保留这一段？它并没有真的剪掉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那我确定这段我要，我就把它丢进来。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丢进来里面了？好。那你丢进来里面之后，你可以选择看它要不要多大，或者是你要跟它原来一模一样大，你就按右键，有一个叫做显示全图，有没有自动就撑到最大？好，看你。好，那我们可能要视情形，比如说哎，这样会挡到什么？会挡到我们后面那个太多，我可能就会把它比如说放到这边。可是这样一叠起来，其实是不是就看到栏目效果不好？那没关系，你看哦，我点到它之后，右上角这里有没有一个选项？点它。好，你看有没有个遮罩与彩度键，就是这个功能，点开，我要告诉他我要套用，有没有去掉？有嘞，有哦，有嘞，但是通常说真的啊，我们会避免这样切到一半啊，有没有？所以像这个话，我可能就会把它摆下来一点。这感觉像鬼影追追追。鬼影追追追，那表示去太多，有点怎么样？半透明，有没有？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你看哦，它预设呢，它会自动判断你的背景的颜色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觉得不好的，你可以用这个滴管再去滴看看你的，好，看哪一个颜色比较 OK。 好，那如果去太多，把这个数字怎么样降低一点，你看我把它降低一点，这里的去掉的情景会比较少。其实因为它是虽然是灰色啦，灰色可是事实上有一点点蓝蓝的，还是有一点点蓝蓝的哈。好，所以在这边我稍微再高一点点啊，好，高一点点。好，那像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先拉动看看，有没有发现，对不对？大致上还算 OK 吧，安全了解齁，自己看自己表演感觉如何，好，如果说你这样去备好了，其实我就 OK 了。其实它的这个叫做这叫复叠的这个去背，那它有两种，其实一种就是彩度键，就是我们这张讲的，就是所谓栏目或绿幕的去背。那另外一种是加遮罩，遮罩就是看你要什么框，有没有？如果说万一你不是在栏目的情况之下或绿幕情况之下拍的，也可以考虑把它变成一个框的方式来拍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这样了解？好，等于说用这种就有点类似我们一般讲的叫子母画面那种感觉。好，子母画面那种感觉。这样会不会去背的？你看用自己的最好，对不对？最有感觉。那个一定要用蓝色跟绿色。荧光蓝跟荧光绿，因为这两种颜色，早期用荧光蓝，那后来用荧光绿，是因为发现荧光绿的人身上这种颜色最少，所以我们一般在看那个电视台的拍摄，或者你有看过一些电影的后制有没有？他们就会有一大堆的蓝幕或绿幕，看剧情的需要。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它道具服里面或者场景里面就有一些蓝色，它就会选择用荧光绿。好，就荧光绿。那这样做好之后，最后是不是要输出了？所以你看我们绘声绘有没有三大步骤：截取、编辑、输出。那编辑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做的部分，截取基本上大家应该比较不需要的。好，那剩下最后输出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。基本上现在大家比较不会烧光碟了吧，好像不太会的哈，大部分都做成影片，所以你就直接从这边建立视讯，那你就可以选择
挤比较常见的，我们现在是变成 NP4 的机会比较多，好，比较多哈，所以你选择 NP4 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我就把它存出去，你知道预设值存出去就可以。预设的其实它已经是多少？有没有发现现在做的都是 Full HD 的？好，那这个呢，输出的时间可能就看你电脑的时间，还有你影片的长度。好，影片的长度，这样会不会用的？对，啊，你有干单哈。所以其实如果你把你的素材准备好，绘声绘影其实不要做太多效果，不用做太多效果就蛮不错的。最怕的是你没有内容，所以要很多那个飞来飞去的啦，或者一些那个素材哈，这样这样有没有了解的？请问这样子今天大家上的还好玩吗？好玩。哎，我们就是用玩的方式，你反正现在暑假才刚开始没多久吧，还有很多机会，大家可能出去玩也好，或者你觉得你想要为了下个学期的课程做准备的也可以，好，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稍微试看看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老师，那我想问一下，有的时候去看那个动画就是自己剪接的，有些人就是会看一张图，然后慢慢变，然后到最后好像会有那种动画折成纸飞机，然后哦，那个就是转场效果。哦，那就对，那个就转场效果。那你讲的那一个的话，它里面有一个 3D 的，好像有类似的。那还有像那个威力导演之类的，也有，就它有一些那转场效果就是这样，就转完了就飞。不过说真的，我那一种的通常就是只用一次，不会用太多。对对对，就是一个平常心。那大部分我们比较常用的转场还是淡入淡出，或是变成黑色，这样子。因为说真的啊，你一般在看电视剧也好，看电影，没有人在做那一种转场效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的是剧情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因为没有剧情，所以就知道加一些让你看起来很炫的效果，这样事实上是不需要的。